好来，这个高雄病院做一支的影片，用华语、英语、法国语三国的语言，再来搭配着十五国的文字，甲台湾防疫的软实力，分享给全世界。在除夕当天开始实施门禁。高一防疫宣传影片，随便防疫的每一细节。高一全体总动员，每日多达120人次，分时段轮流站岗。对检疫 SOP 防疫物品到专业医学交流，二十多分钟的影片详细说明，其实嘛中文版，也佮有英文佮法文版。Commonly known as COVID-19, started in China. Taiwan a mis en place très tôt des mesures de prévention et de contrôle de la maladie. 影片一开始，院长拍头阵，带领整个医疗团队严格执行防疫工作。这是由卫生部指导，中研院暨大病院协助，高一录制防疫影片，有中英法三个版本，加上十五国的文字。最早是 CDC 拜托我去上个课，那我认为要把高一的这一次防疫的超前部署的相关的状况，最好是用影片。台湾新冠病毒疫情平复下来，只是欧美国家的进步也未解读。这次台湾的防疫，全球拢看到伊的成果。高一因此制作多国语言防疫影片，上传到 YouTube， 分享台湾防疫的软实力。